私はいつだって燃えてるよ、プロデューサー。英語のテストは、いろんな温泉に入って、昔の私も今の私もどっちも还要充营业啊，四十六回。哇，充营业七天，哇，那七天还可以啊，到二十一号。Life Party 五次 ，Smart 十次 ，Ground 要十次 ，Fuck。是 WER 不是 QWER 一直按错
くれましたか？私、晚安。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就像标题所写的一样，电影贵了，5000人，10000人，10000就好吗？10000感觉不怎么多呢。好友是加粉丝的霓虹，心配してくれますか？ずっと私らしくパリちゃんのハート。Combo C， 诶，他是分开期的吗？这个我不是接了。
不会吧？哎，是分开记的哦。那会给两次吗？难道星星会给两次吗？现在才发现，是可以领两次的意思。このドキドキは素敵なドキドキです。这样算赚吗？啊，可是这不能重来啊！这首歌，这首歌应该也还好。自营业可能就比较藏的石头是共通的嘛，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转，然后在哪边抽都可以，要在这边抽，要在 iPad 上面抽都可以。原来是挖矿机啊！Discord 了。見てくれましたか？私、最高のステージができました。我来试一次就知道了。今晚玩这，看一下哈。先领一领。能领两次的话，我觉得挺 bug 的。39925。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歌。这首92。好啦，22的，我们就要来试嘛，000嘛，所以会有什么？哇，这边也会有多少？50，50，50，一次150 ，key touch， 哦，是这样看的，有啦的 ，touch 就是那个 iPad。我说我 touch key 呢，一次嘞一步 ，no me， 这样那不会啊，切，那干嘛还分开记？他是写不会啊。我想说怎么这么好嘞？
しないで熱上げてこ。啊，一直打 cover 歌曲，都没有 MV 了，游戏本体消失。打错格吗？按错键。完蛋。太难了吧！太难了吧！怎么帧数高一点啊？我用144的荧幕看这个应该是60吧，还是觉得卡卡的。没有。应该是可以弄成144的，只是可能需要一些我不会的手段，就像马娘的 DNM 版一样，可以用成这个抗锯齿高帧。
我不知道 DNA 版的那个什么 Smart 啊 Grand 还有什么玩起来会怎么样，因为像那个 Smart 我也是昨天还前天吧才在平板上面玩一次，然后才知道说哦是这样玩的啊。ちょっと休憩しましょう。はい、ご褒美スイーツです。还有什么？Witch。昔の私も。我知道每个模式都是不同游戏，就只是我会想知道说在 DNN 上面。一开始初期设定，他是有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些要不要设定啊？”我就想说，应该是不会玩，就没有设定。只是没想到现在哦，这边遇到，那就是要不知道要不要在 DNN 上面设定，因为设定还蛮花时间的，还蛮花时间的，我还要去想。所以 maybe not today， maybe not today。Grand 十次 ，Smart 十次。不用 Witch 哦，所以不用 Witch 是不是 ？OK， 反正就是，哦，这是150首歌哦， 150首歌，所以这是多少？150次营业，哦，老天啊！好了，打就对了。而且我这样一按下去，搞不好视窗的形状就变，然后 OBS 就要重抓。也说不定，总之我们今天没有今天可能没有，这不是今天所准备的内容，口齿不清，不用几万可以拿到，那就看看咯，至少 Life 这个我记得 N 加是还打不了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多啊？50个呢？这是什么？彩色的吧？我记得。自らの存在を歌う者よ、僕に続け。其实，在选的时候，我想过说，要不要选那个。还没有服装的角色，又很常看的 MV 的角色，但是后来啊，算了，还是选 Miho 吧。选 Miho 就不会错。好，再给我一点时间习惯这个读谱方式，因为这跟单纯的鼻音又不太一样。喂，按错了。我想说怎么还没落，差不多按落了吧。啊，是两个啦。多少一万分是不是？打三首歌，打三首歌100分，可以减50次，所以光是解就可以得5000分了。
然后营业都换体力，营业肯定要小心，毕竟一天能营业的次数你再怎么多还是 有一个上限在，尽管你有体力是吧，尽管你有体力。虽然我也没有试过把所有一把一天内所有的营业全部跑完，跑完就是了。哦，这个 MV 不愧是 quality 最高的。好了，越来越近了，看什么时候能出现 full combo。
啊，还是掉了。觉得有点可惜呢。啊，是 nice 哦，是打得很歪是不是啊？哇，窒息的歌，这会被卡掉吧？我记得。沙琪可，見逃すことは許しませんよ。二十八度有点多。啊，不能重来。下一次会想去按 ESC。那边拍子到底怎么走？这手已经很难了，这手已经很难了。平板上打起来很过瘾，但是吼，这个在荧幕上完全就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不能键盘上下选。滑轮滑鼠滚轮可以，但是不能键盘上下，有点不方便。
这边还没打过吗？啊，旅立ちましょう。誇り高き魂を胸に。我以为我打过了，还是都在平板上面打的。哎呀，又用错手指。Hello， 卡路西，晚安哦。DJ Max 五 B 不太一样。真的 ，Note 花式下降就差很多了。应该说差别最大就在这边了。这个不能当五 B 打的原因。因为一开始我想说，反正是熟的普面，那当五 B 打应该就可以了。抱歉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错了。而且 N 加我还不会打 ，N 加那个设定就更困难了。総員注目、見逃すことは許しませんよ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调一下 MV 亮度哈，我看能不能开最亮。暗的
阿斯卡，阿斯卡会不会太难了？滑条要看，滑条真的要看。间隔短的当组合剑打，间隔长的就很麻烦。或者是间隔什么不长不短的，像这一首，还有什么 God knows， God knows 到 DNA 上面也打不了。看，真的是破谱哎， God knows。粘在一坨，要看。如果是啊。激动到破音，喝个水。啊，如果是什么闪电型的，那就是两个两个按，全部当组合键打。但是你要切得好，切不好的话，你手就按到抽筋。像刚阿斯卡那个有一段吧，我记得。啊，像 God knows 这种就无解啊 ，God knows 就无解了。这个不用多，不用多密集，或者是什么多摘一坨 ，God knows， 好不好？真的是，不是我要臭，到底谁写的？許しませんよ。ガルノス那个真的要打就是五 B S C 的好吧？那五 B S C 大概 S C 九左右吧。我的手摆错位置，左手摆错位置。而且这游戏还不能开 random。他的弄死，我想一想，除非移手指吧，不然这个叫什么？中指和无名指的连打，真的是不会打。像那个梅乐蒂的副歌前。那我就换指法吧，我们左三右二，还是哦，算了，必要时再切。
乱按就对了，乱按可以用虎哥。这个谱真的很臭，真的。cover 的蛮好听的，但是谱很臭。回血多回一点啊，我四五件四号五号我都在瞎按，我都在瞎按，那一段我就是瞎按。好，瞎按按得过，我都一直这样按，一直交替按而已。哦，太臭了。62柜是有。顺利的话啦，达到10点。さあ、旅立ちましょう。誇り高き魂を胸に。10点之后会吵到家人。啊，我又忘记报几首之前说要调 MV 亮度。啊，漏一个。世界を照らす夜明けの光、見つけました。遅
なちゃんとできましたアリス。好亮。自らの存在を歌うものよ。僕に続け。如果看得到的话，就用超亮吧。看不到就调回去。この衝動が僕の証明だ。还可以，还是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比较暗。僕の声はどこかに届いたと。接的还不错，我觉得。信じているよ。輝いた瞬間の連なりがこの結果さ。我还把它接掉。僕が僕たるゆえ、見るがいい。这手就亮了吧。僕の証明だ。宇宙で探した星。
有点难嘞，有点看不到，有点看不到。好，接了，今天第一首 Full Combo。三跪。那个 Note 的色调太像。三千。始めていくよ。这首是不困难了。这首的谱真的很 tricky， 该说 tricky 吗？滑鼠不会自己消失，我都要移到旁边去。
喂喂，这个我真的不会。这种谱真的在平板上面看 OK， 要糊的话平板比较好糊。这个用 DNN 哦，你没按到就是没了，你重复按到还是没了。Hello， 美茉莉好玩哦。米卡，米卡这首，妈，就是5B了那个，因为他的连点都是在中间，所以虽然一只手点也是可以啦，就像我在平板上面那样。怎么漏了？四号没有点到。按太快了，哇！もっと欲しいな。最后这段有点像那个 Zeus 的 SC， 单手的二连弹，二连打，单手换纸的二连打。
然后这边不能按 Enter， 一定要滑鼠点 OK。可能会炸，我先说可能会炸。这套服装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对啊，最后这个滑剑怎么打嘞？好哦，好，至少没有卡歌。始めていくよ。多少？150首是不是？可能每天要打一点的。按太快了。快看不到了。
れた熱は冷めないよ。看不到。ずっとね。イエーイ！あたしキャンプ最高！到二十一号，算到二十号好了。十天，我中间还有大概两三天不能打。OK。蛮喜欢这个阶梯舞台的，一个吧，一加一哦。营业怎么办？我要都去充四小时的吗？然后睡觉再充十小时的。啊，不是这里。カリンちゃん、見て。对啊，100、100、100，四千六，七天。1500，4600加1500，6100，哦，7000，哦，这边加1000，哦，这么多。OK， 那可以不用玩这些了，不用玩这种特殊模式，这样算一算的话，但是就抓得很紧哦，是到21号，23:59，那应。该可以吧？我算算，今天10号，11天扣掉3天不能打，8天，8天打150首歌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已经打了快30首了，也打不到30首，将近。
好，那应该是 OK， 但是就是要每天打。因为平常直接每日就一天只打一首歌嘛，哇，那这个就是每天打喽。今天石库飞是直接吃四张 skip 券，不理他了。サガ。Auto 也可以解，欸，是哦。可是 Auto 一天几回？15回是不是？那个券。15回哦，那洗澡的时候啊，不行啊，它不像 Pro C 卡会自动跑，那可能有什么挂机的时候之类的。Auto 打特殊模式，欸，有道理耶，有道理。好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僕が僕たるゆえ。他是看吃几张券的吗？假如说一次吃十张券，那就算十首歌吗？有这么好的设计吗？如果是这么好的设计的话，石库飞是好不好？改一下，真的。哎。因为像那个集物活动，哎，打这个要好专注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那个集物活动，我都一次按15场。
等一下，有点难，这个。好难哦。哦，好难哦！直接算十场，哇，太好了吧！不愧是 CY。哎，知道我们要什么。我们把体力打完，今天就这样了。君的关系，这种是不是有 MV 啊？没有，我看到了而已。怎么按呢、欸？这个好像会咯，原来是这样打吗？僕の声はどこかに届いたと。そう、信じているよ。輝いた瞬間の連なりはこの結果さ。好，再两首，你还有什么没打？双翼还没打。哇，这队没有阿斯卡。総員注目、見逃
すことは許しませんよ。哈喽打嘞！最后这一段怎么打嘞？世界を照らす夜明けの光見つけました。教わった通りちゃんとできました。不能滑的好痛苦哦。啊，最后一首，打过了。还有哪首没打过？楽しい楽しい私との時間始めていくよ。这个就不用游戏机制，这就硬扛扛过就可以。続いてラジオネームおもしろ体操ガリバーお便りです。大好きな人の隣の席にいるのに話が噛み合いません。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？別に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。だって
头跑 N 加用券也算。不过 N 加没有分数的话，应该就没有额外分数的话，应该还是先以这个叫什么什么 Smart 啊、Grand 之类的为主啦。那几个跑完 ，maybe N 加四个选项。OK， 那大概是今天的实况。这个营业我肯定要想办法，这个营业次数是该冲一下，是该冲一下。後で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にもここの温泉を堪能してほしい。那我们明天再开啦，今天就感谢各位了，晚安喽，拜拜。昔の私も今の私もどっちも夢を追いかけてる。ずっと。